够抽了呀。啊，想要送抓饼。乌拉鱼要两份，下两份。哎，虾够了，虾够给了几分？好，燕玲帮你留了。像我们四百一啊，他说等一下，他还在那老师也不够，然后给一个点。石木鱼啊，透抽，透抽的，三百一哦，三百一七加三。葱抓饼我先挑一点。老人包，老人包，包一包。老人包，老人包。一包一包。一包一包。等下哎。哎，老的，老的，老的。一包。老板稍稍晚开游览车去载哦 ，OK 哈。稍晚以后要两位罢工了。所以要再1000，所以你现在要2000哦。好，买200够不？400，200块，中午哦，阿爹吃。好吃老锅给了，还300够两个不？哎，好听了。贵了。啊，一个几块？过来，我送阿姨的无？阿姐，两尾大尾两包有无？好阿姨的哦。两尾无人来哦。三姐，你要帮乌拉鱼吗？啊？乌拉鱼。好。好，好，这黑啊，够老四口。对啊，帮恁老四口啊，吼。还总共8口帮恁老啊哈！来布拉鱼，布拉鱼嘞！燕玲，布拉鱼恁要几分？要200还是400？燕玲。要200还是400？社团怎么加入？你搜寻真中章海王子就会看得到社团的。一把喝。来。200块，200，还要留400。何君你要一份，好，我看看够不够哦。对，乌拉鱼上上手。来，好。
够了。你不要一千嘛。够了。来，不然是老细胞。老细胞。好。鱼标对，嘿，嘿，一包一包。装一起吗？嘿，装一起。之前我来去帮你聊，恁够啥？一年之前恁够啥物物件要滴的，也袂老的。买啦，卖淡淡都要讲装潢。好啊。你先讲。我爸了，用不着。他已经五百了。我报多少钱啊？我报多少钱？我报多少钱？看他给能借一下了。套 Q， 套 Q 500。我每次买五百。好好，500块。来套 Q。啊！今天才500吗？没有，那才500。哪个？哪个没有？500哦。好吃，好吃的。回主力讲完，我有留着，啊，迄种的河军那个木兰鱼，无都无帮你留着，不够不够。回主啊，你讲完我有留着三包啊。虾卷或花枝卷，你们要留多少？虾卷帮你们留一箱好不好？来套丢够不？有吗？哇，套丢没糊啊？之前套丢没留着哦，哈。啊，是你们地冷时啊？啊，是要改地冷时啊？你讲没有错的啦。偷抽也没了，偷抽也没了，阿弟也搞上。那冷死啊！靠，那无无无。好啦，500，嘿啊用啦，嘿啊先用啦，嘿啊。我叫他用下半，那里不够卖的。OK 哈，好。撑下雨。来了。包500。套丢无东西，还使留500未？包一斤啦，无钱管全部钱。信宏，套丢无啊东西，还佫帮我留500。好嘛。OK 啦 ，OK。哎，小妹，你要放哪一天？放，这种鸡安怎放？鬼猪啊，你的有留啊？你真空包装的，你面前也放。哎，500嘞。鲑鱼头要多少？鲑鱼啦，你称下。哎，鲑东港来的鲑，对，完全不不能。卖两百没有骨头，没有刺的。两百就好了。打包你也够了。好不好？250。好。哦。你回去你搞这季节做糖醋做红烧拢会使。这鲔鱼一包一斤哦。你也看这切片安尼包遮水，完全无骨无刺。再不行，再不行。来5，2啊5来。大哥，你要。卖一直落，你做卖吃。阿哥，两百无？250，三包250，鲔鱼清肉。一包一斤啊，阿哥人来无？无啊，你称下伊啊，一包一斤3斤啊，卖几啊五卖啊，就来鲑鱼头留一份，当时啊留一份。鲑鱼头来500块来，好来。当时啊有，当时啊。好，鲑鱼头帮你留了，啊，鲔鱼嘛留一份。一份是2.5啊。2.5。你安怎？长得创啊，手来软去。
来，我看着嘿。那鱼带我摆起来，弄死啊来500块。哦，单档的水。我鱼等下帮你钓了，好。三只500块来，好来。啊，过来，要得弄死啊，来包钱拿过来。好，弄死啊也帮你钓了，谢谢。处理没有黄鱼，偷偷没了。来，边一个，来两只、三只、500块。这多了的。啊，搁有人要两只啊，无三只，赶快掏钱，搁一个。只两只、三只、500块。还有谁要软吃的？来500块，来边一个一个。500块。啊，搁有人要两只啊，无。一能洗你回去呢？还是淑丽要帮你留卵汁？快点了，也快没了哦。我过来买能洗啊不？无啊吼。来陶晶，陶晶，陶晶。一表点两包。一表点两包。一两包。一两包，一两包来。我找八包而已。我找八包而已。来，一表两包。一表两包。鱼标一包，鱼标一包也好，还是8包，鱼标加一包嘛，100块。哎，用尾鱼签到，各位老几分咯？来，我鱼标过我啦，大袋子啦。来来，我鱼标过我啦。来，会去找。不是几包，哦，一包就要来100块，一包三斤是当内底无水啦。个人要乌鱼标无？哎，100块啦，100块尔，一斤就30几块。啊，个人要乌鱼标无？100块就要来，后边搁一个啦，100块。买几箱个？看人要买几箱，买几箱个？哎呦，这刺激！大鱼大兵成家在算。乌鱼标无啦？肯定无会嘛，一定爱大兵成家。100块，个人要乌鱼标无？100块是100块。虾子好油，虾子油，干贝油，啊？什么东西？再一包贡丸没有了。贡丸的，你要猪尾还是腰子贝？大颗的。来虾子500。这个5盒1000。我们港乡那边的。5盒1000，1300。哎，他哥卡卡，我老未。要不要？他哥卡卡，有两个，这个大袋子哦，大袋子好了，来，现在就500，阮港乡没滴啊，阮港乡没滴啊，好，港乡接再来，嗯，我无港乡啊，无港港乡诶，来来500块，今天就可以来，来，做啥物鞋来500块，500块鞋来500，哎，我以前做过好啊去。哎，500块了，我带。来，快点一份。什么东西？美女帅哥。打电话。我没有电话啊。他们有说有接到吗？那你要去后面找他们。你要去后面找他们。哦。没关系。干贝还有吗？没了哈。干贝没了哎。瞬间就卖光了，燕玲。还是要吃鲍鱼，带壳的那一种。冷西亚还有吗？冷西亚还有，好，何军等下帮你留哈。多谢多谢。哎，这边人啊，客啊未啊？喂，我啊，来500找你谈，500，你要这两个，来这500，好好，阿爸是鳕鱼不？鳕鱼啊，几位伙伴啊？来这几位伙伴，来伙伴先到。帅鱼啊！哦，我你问一打饭，我搞你搞公路。哎，不能靠近你吗？这样，阿强，快加油，好厉害！来，开始切吗？来，开始。把电话的有了，那虾子有，好，虾子有了，有了。虾仁卷。哦，虾仁卷好了。哎，套丢你吗？哎呦，我套丢了这嘴混的呢。
套餐只有一份啊。我就我又留了两份下来呢。就一份。啊，那就有一份被人摸走了。没有啊，刚刚被人拿走了。那我就不知道啊，直接啊，有就给了，有就给了。你讲这要跟老结婚了？哎，对哦。哎，回租要滴耶。先好了吗？先喝一下，向心来可以先喝一下。向心来，他要先喝一下了。老的啦。啊，我们个冷气啊，哟。系啊，冷气啊，够不了五百。带壳鲍鱼的啊，萝卜。然后带壳鲍鱼冷荤。大概一千啊，买。哎呀，对啊，你就买冷荤啊，冷荤就是两千啊。啊，想问一下，带壳鲍鱼后面还有吗？好，之前带壳鲍鱼帮你留了，拢你呢哈。欠你一百。哎，我来多谢什么来？谢谢你啦。谢谢哦。哎，我白抢啊，要谢伊啦。北京我那边，北京我来买五百块。安尼是唔是搁炒羊肉卤之前？百块啦，羊肉卤搁还袂老。这三位五百块，四位五百嘞，这五位有你五百块。来来来，阿公过来要白餐呢。啊，头前搁一只，我来一只啦，两只啦，三只都来啦，四只啦，这四只来，这五只来，五百块啦。阿公，那个白抢的无？哎呀，白搁一只，好。五百。来一只哦，来两只。来三只，四只，来五只，来一，来二来，来三只来，来四只来，你五只五百块，有个人白白抢的无？无啊吼。然后有羊肉卤再留一份。啊？迄路鱼钓金目啊，金目路。帅鱼啊，先卖来四块五百块。艳遇你也要软丝一份。来，好。来，过来，我算伊的无。来，等时啊，过来一份。过来，我写伊无啦。好，艳遇帮你留了。哎，还有谁要写伊的？恁是还搁留一份？我是留几份啦？啊，就这侪人要点我，啊多，只叫你偷吃，这紧就卖了啊！谁叫你偷偷带那么少？过来卖不？再多了卖不完了，再少了卖不过了。哎妈，惨了！虾仁卷。哎，五百块好不好？之前恁是咪要虾仁卷一箱？三百块过来，来捞一份，回租哎，回租帮你得了。
老几箱？老几箱？老几箱？四百五呀。可不可以归箱我啦？快哟！啊，哎呀，不要一箱啊，全一箱，今年啦，买一箱嘛。谢谢。电话咯，换冰箱噶啦。哇，一箱，这个无啊，无啊无啊无啊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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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买个过来，无啊，好，可以交几箱？啊？搞那么搞土耶！我问一下，真空包装的这我一件要用几多？150块了，150块、170块超贵了。有的哦，较贵，像这无多卡一件卖到200块了。我这一件买3块500块了来，这地块14块500块，搞那么只土土耶，4片能大概4块500块。留一份的话，我要滴，我最近无土土啊。搞那么只土土耶，来来，头前个是2块、3块来，4块500块。来，加几分？我点下几片椒啊！还过来，我土托鱼吧。哎，你那兄弟有爱不啦？有啦。这几片没有？我爸。他不要一片吗？汉堡几个？你啥讲啥？汉堡啊！老大错是汉堡。来，再留一份。你将回煮还要滴的烤土。你有整只的鲑鱼吗？哎、欸，整只鲑鱼，鲑鱼够有吗？贵只？无啊啦，然后贵。啊，来这只吃嘞。无啊啦，你讲讲到好像三只嘞。三只拢掠去啊？来。哎，老板，我提醒过你，我那边打袂掉。到底哈，剩2000、3000。4000块。啊，那5000多。好，额外有人来无？来，额外来买300块好不好？来，一包2包、3包、4包、3包。5000块在路边，300块。哎，还有谁要额外来？500元。哎，我个先买来。500。来。5元来。来，我先买来。